他为什么这样？这喜庆状态是什么样的？因为总看到他懒懒的。有人说说七彩的这个颜色是因为生的时候妈妈墨不够了。大熊猫界的明星七彩。目前还没有最直接的证据证明它是为啥是棕色的。一个方面就是说它是基因突变引起的，还有一种就是隐性基因纯合之后到下一代。我们的熊猫是猛兽，就是到一岁之后，慢慢我们人就不会去再有接触。最好的爱就是不打扰。